好，那个是大家，我是丽丽，是林小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走路去看游隼。昨天妈妈在手机上看到的，那还有台湾猕猴想去抢，结果被那个游隼妈妈煮的要死。啊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看镜子有你。镜中有你，镜中有我，对不对？喵喵，停车，有三十次，在哪里也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深奥，深水奥，深奥什么？看到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深澳帆仔澳渔港。我还记得深澳哎，就拍一下这里。它应该是到那一刻。它有渔港。那你等一下就要去看游游了，游隼。不能说成游游。那座山就像人的侧面，眉毛、鼻、眼睛在那边，然后鼻子、嘴巴，嘴巴都看到了。你看它在我们前面了，先拍一下船呢。你看一个好大的船哦，拍小水池好，小水池比较够。这边还没有地方停嘞。你比较可爱一点。好久没来，以前这边没有这个嘛。还是橡皮是从那里，我记得要过去吧。好，从那里哈。爸爸要把那个马赛克。橡皮上次已经是十年前来了。要问他了，因为橡皮人就长那样子。了解吗？真的哎。来，你们去跟橡皮人拍一张。画的。快点过去。橡皮人。在哪里？来，三二，看我，三，真的呢，二，我不行了，啊，太阳太大，三，等一下而已，三二，来，比大象，阴影，我这里有阴影，好了吗？在那里啊，好了吗？你是那个吸血鬼啊？快点，一二，我好恐怖。吸血鬼在我旁边，哦，好像一座山哦。你觉得游隼会在哪里呢？有鸟的影子。刚才好像有拍到鸟的影子。哪里有蜥蜴？地上飞着。没拍到。拍到鸟。小心，不要太靠近。15633。这是过来了。哇，他们好多只啊。对，刚才做浮力挺顺利。我的影像，你看我的影像，我的影像，呀呀，嘟嘟嘟嘟嘟，啊嘟嘟嘟嘟嘟，你看那里一堆啊，你看，哪里一堆？哦，那是树叶啊，妈妈说那里一堆。妈妈，那是树叶，不是蜥蜴。可惜只拍到两只蜥蜴。我的印象是走这里。给爸爸的这两只。
花走。小心啊，可以吗？你没有看过海浪吗？那个美丽石头啦。对啊。我记得以前没这么好走嘞。那这边是有在整理过。好啦。妹妹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样好玩吗？好玩。嗯，走这里好了，这里。走这里。螃蟹脚。哼。你小心走，你最会跌倒了，你还在讲哼哼。对啊，小你可以自己走哈。可以。走上面那一条，人家走的那一条，上路桥上面那边会滑上去。小妹妹，对。小心有水的地方尽量不要走。你看这个有山。来到了石头。好。先难聊天，不难石头。这样一步一步慢慢走。你可以走上，欸，上面比较好，上面湿湿的，湿湿的。小可以吗？可以。慢走，妈妈说不要，尽量不要走这种斜的，知道吗？要走平的，对，那个就是斜的，就尽量不要走。姐姐快点，我都赶在这里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姐姐走这里下来，已经到了，然后左边走上去就好了。我不敢上去上边。那没有要上去啊？好小心！哎，妈妈不是从这里上去吗？我记得印象是走那个这边嘛。对啊，我记得就是走人家那个祖先那边旁边过去的。好。可以哈。啊？哎。我有点犹豫了一下，来上去，其实从这里上去吗？是从这边上去嘛？对对，好，谢谢。他是走右边比较好走。还是你自己爬，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，这下来会有点危险，可以吗？再上去一点。妹妹，你先等一下，等。妹妹来。妈妈，妹妹等一下。好。真的是高难度。哦。哎，高佛被你撞死了。
这边看一下基隆鱼。三、二，后面基隆鱼好。你要走右边看一下，这边下去不好走。终于能到游泳。等一下会有很多香菇石哦。我记得我们以前是到那边去看的。可以走这里。抱我下来。可以啊。他们有要上来吗？没有上来。哎呦，这么可爱啊，可爱的小猫啊。有没有看到橡皮啊？来，爸爸牵。橡皮在哪里？橡皮在那个大树上。你要看它鼻子。这是它鼻子有没有？你看哪？这是它的眼睛在这里啊。这样有没有看得更清楚一点啊？它鼻子在哪里？对。好大。好大鼻子。对啊。嗯。耳朵行业，耳朵是那一片，那一片有没有？对对，那片才是耳朵。嗯，三，等一下，我再看。好好，还在这吗？三，好，来看我，三，可爱，再次哦，可爱，两只眼睛都睁开的，看我，看我，两只眼睛，好，翘脚，没有这种翘了，啊，好好好，可以，我大的，后面两个，这我要这边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猫咪来，眼睛睁开，两只眼睛都睁开，三秒，三二，好，可以闭了。这好像一个兔子，你看这个眼睛鼻子腮这才是一颗大便。好。刚刚那里最像，刚刚我们第一个点最像。哪里？你看，哦，小香菇。来看我，三，啊？来，看看。要喝水了呀？好，过来。对，走我这里啊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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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干什么？那这是章鱼的脚。章鱼的脚。对。咬一口看看就知道了。你看这个吸盘圈，吸盘。这是一个龙头、龙嘴、龙脚。龙身哦，知道没有？我是说这是上古时代的章鱼的脚，上古时代遗传下来的，就是蚩尤的后代的什么东西了、啊？那个总裁看太多了。蚩尤的后代，蚩尤鱼的后代，
吃什么？鱿鱼的后代。吃鱿鱼的后代，对啊。我们走这里好了。完的时候，我们下去要一边一只脚先下去，已经，再往一边，一只脚先下去，再下去。这边。这里比较平缓。你们又不是螃蟹。对，一只脚下去，这边会滑。那等下你们走过去哦。你比螃蟹会不甘心的。哦，这边好走多是吧？我肚子饿了，快去吃饭了。我要去吃鲱鱼了。哎，鲱鱼耶。螃蟹脚好，那你自己走。那这一条路是后来开出来的、啊，太险，只能走我们那个刚才爬上去那一条，走上面走下面都可以。还会滑，这个是青山的。对，妈妈，那个不是老鹰，那个这三次没看过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是，对对，这不是准哦，这一只不一样，这一只石头上的有点像那个白鹭鸶之类的那种。对啊，我放弃。嗯。好，不是这里，要走这里下去了，下切下去了。走这边都要赶紧走。螃蟹。爸爸，爸爸回来了，我肚子饿了。我要让他爬上去找你们了。